有妞就泡，替天行道，有妞不泡，大逆不道。我，你泡不泡？你老家哪儿啊？山东。干杯！我山东的。山东是什么地方？济南。还得喝，我也是济南的。你别笑。济南是什么地方？八里洼。闹上。我也八里洼的。哎呀，你得瞧。你姓什么？我姓郭。哎呦，我也姓郭。嗯。干，嫂子，你快点来吧，你老公和你儿子又喝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不累不累，不是说好一起跑步的吗？你都在那吃起来了，打一电话也不接。这不下雨了吗？这下有多大雨啊？那影响跑步吗？吃不吃？不吃。我就知道你个没有决心的人，一点恒心都没有。你不跑，我自己跑。表达来喽！啊、什么菜？牛杂。你是个懂得坚持的，你去跑步吧。雨下太大，香不香？哎呦我的妈！服务员，两瓶啤酒，冰的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先生你好，打扰一下啊，我是咱们这款酒的推销员。咱们这边呢，现在有一个活动，就是您只要试尝一口，我就会立刻送您十瓶。别客气，多喝点。哎，好嘞。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酒驾，今天没个几万，你别想走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他才是司机，哎呦我的妈！先生，要不您也尝两口？别去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生命无价，酒后进驾。看，我给你画了一幅画，你可以画我吗？好的。能不动吗？好了，我呢？我的眼里从来都没有你。哎，那谁的车啊？溜车了，有没有人啊？你俩又聊天，聊什么呢？老师，我给他讲课呢。倒数第一给倒数第二讲课，一个真敢讲，一个真敢听啊！小气跟节俭的区别，节俭。这餐厅好贵啊，让我们换一家吃吧。哇，这个女生好节俭啊。小气。这家好贵。大家工作辛苦啦！这周六公司组织大家团建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啊！我这个月都旷工好几天了，怎么会因为我呢？正是因为你无故旷工，所以从你工资里面扣的钱正好够大家团建。这么热闹啊！我再宣布一个好消息，下个月公司组织大家出国旅游。哦，董事长，为什么要突然组织大家出去旅游？因为你呀，你无故克扣员工工资，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要来公司上班了，从你身上省下的钱正好够大家去旅游啊。爸，你真好。爹爹，死鬼，你干嘛开除我？老婆，你轻一点，大众光临之下你给我留点面子。我看你工作辛苦了，早点给我回家相夫教子。走，回家我吵几个好再跟你亲亲。走走走。爸妈，有好吃的别落下我呀。